我们要来冲了，再冲一个。哇，这个撞！尾流，尾流，尾流！别走！你不要走！不要走！沙很大。哦哟，六六六！那个一打一对决了。这个弯过后，它是成功被我们甩开了。哎呦！不能再失手了，不能再失手了。我现在1700多吧。1700多。住的地方是租的啊，是租的。哇，一个分数挺难爬、啊。哎、欸，问你们，你们有人在玩《暴雪银堡》吗？这一款战争游戏。它其实就是一个 MOBA 游戏啊，但我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在我的台的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。但其实它蛮精致的，前几天香蕉有玩，香蕉才没有玩。别啊，这里很危险，这里掉了整场GG，危险的，危险的，低调蛇王，这张图恐龙真的很吵了，我一定是被这个恐龙影响了啦。那个游戏不需要买装备啊，不需要买装备，算是一款团队游戏吧，对。
哇哦！听都没听过，没关系，就趁这个机会好好来了解这款游戏，深耕吧。我们来长久经营这款游戏。它是一款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是一款真正的战争游戏。不需要给队友资源，也没有资源。等这阵子的事情忙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来玩这个《恶灵古堡》了。哇 ，what？ 我撞到隐形侠！耶、yeah, ！玩水喽！来去玩水喽！你猜的没错，我自暴自弃。烂土。它其实跟它就是一款 MOBA 游戏啊，暴雪英霸。那它不需要买，它不需要买装备，它需要的是更多的团队合作。跟这个，我有两个人推我哎、欸，好，我不会辜负你们的兄弟。没弹喷到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先看我玩，不用急着玩。你可以先看我玩，十点的时候记得人要在现场。我们要来跟阿吉还有灰一起玩，感觉应该是会蛮欢乐的啦。就当作跟朋友一起打这个 MOBA 游戏，然后又是一款我很久没玩的游戏。但是灰奇跟阿吉他们，哇！我要赢，我要赢，我要赢，我要赢！啊！赢你妹啊！投票，
好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第六名的，我相信我自己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扣七分，太棒了！哇，我们玩到55分好了，55分，好期待哦，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。但是那时候暴雪英霸出的游戏，出的角色应该只有。不到30只吧，但现在应该已经快100只了吧？我觉得，有到100吗？60-70啊，60-70，应该有个60-70只。等一下，如果有观众说，就是我在玩什么游戏的话。如果有观众问我问你们我在玩什么游戏的话，你就跟他说我在玩一款真正的战争游戏。飞天呢？吸口，吸口。哇！啊，我把他一个害死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有意的。他会觉得我很烦，像苍蝇。等等，啊！哇哦！我第一吗？我觉得电脑要求很大，还好吧，还可以。Yes， 赢了。赢了，赢了。特效全关，对啊，特效全关需求不大，但是它画面可以很精致啊，它要精致可以很精致，不错啊，各位。很久没有玩别的游戏啦，难得来玩一个暴雪英霸，不看一下吗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段美好时光，就在等一下，我们就要更深一层了。不过那游戏我现在只会玩维拉，我的维拉，我那时候封测的时候就玩维拉。直线摇头，
来来来，左 C 弯脱漂，接右 C 弯。但我觉得我之后又跑去跑 S2 的时候又坏手感了，我真是跑2000分我就不跑了。这次的无限战机赛比上一次的还难跑啊，好多粪土哦。麦脆鸡，哇，就是你，上一次害我拉肚子。